新进来，重新进一遍，要表演杂技好不好？你来这么晚，我们都菜都做完了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谁让你来的？怎么了？不欢迎吗？你不欢迎吗？你干嘛呢？你去干嘛？我上舞台。你穿成这样子像你开舞房的吗？我。我怎么一来就 diss 我呀？你为什么来这么晚啊，小雨？我上午我是你表演杂技了。我赶了一个通告，我为了过来找你们，我坐三蹦子过来的。三蹦子怎么了？三轮车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么好的围裙是这样，为什么我们刚才我刚刚都没有认出来？你长发好看，真的吗？你怎么不夸我呢？为什么要夸你啊？哎，你一动他扑了。哎，你看李小蕊，你长胖了。好气！我又炸厨房了。我觉得算了吧。哇！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滴答从来这里开始，他就没做成一道菜。我有了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我觉得作为第一个来下厨房的嘉宾，我压力有点大。试试菜吧，我先试试有没有毒啊。我发现你真的还挺会做的耶。就是好的，那我就欣然接受了，我尝一下啊。哎，你是让我来试菜吗？我跟你讲，你要觉得好了你就快点关火，你别等我又糊了嘛。是焦了，对，焦了。我们把焦的去掉，还是一盆好菜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这个焦了。呀，吓到了。牵手啦？没有。别吓我。哎，我来给你切土豆吧，这个我行。哎呦，你吓死我了。啊，这刀。在节目里，每个人最喜欢的导师是谁？我喜欢胡彦斌老师，就胡彦斌老师很有才，然后就陪他们可以陪到五点，去写一首歌，不是马大道，不是，你是有你去追，我是那意思是 marry you， 哦对，飞天，其实 marry you 那次特别感谢小朱老师，咋的呢？对，我好像听说这件事。就我不是上吊环，刚开始我自己不是都觉得不用什么保护措施，然后因为我觉得没问题了，然后老师就特别强烈要求，就是一定要加保护措施，我就觉得就很感动。真的为你着想。对，所以还特别感谢他。下次方老师不要生气，那一定能吓到你。有，而且其实。我们所经历到的当时的黄子韬老师是真的，我们觉得天哪，居然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导师，他其实完全可以不用理的，但是当时就是我觉得挺好的，但是他气到不想录。对，重新开始，你们现在别说话了。这录制知道吗？天天嘴上说你101女孩有你们在很骄傲，你摔倒了，没一个人过去看着，在拿牌子的时候，在抢牌子的人干什么了？当然，现场真的是，
制片姐姐、导演姐姐拉他都拉不回来，就是特别生气，真的把我们有吓到。因为他觉得我们前一天大家还在哭啊哭啊哭，就感觉大家关系那么好，结果第二本来关系就好哦，结果你说漏嘴了什么？其实关系就是很好，但是就因为那件事情就生气了。你们觉得黄子韬老师帅还是王一博老师帅？哎，各有各的帅。我觉得黄子韬老师属于那种，就是比较邪气的帅，对，痞帅。好了，大厨要开始给你做猪蹄儿了。